气候临界点 （climate tipping point） 是指气候系统从稳定状态到另一种稳定状态之间的关键门槛。试过坐在椅子上向后靠的人都知道，若只用两只椅脚来平衡，一旦超过特定角度，你将不可避免地摔倒在地。这里的临界点就是椅子从直立到倒地状态的关键点。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定明年二月发布的一份气候影响报告草案，科学家已在全球珊瑚礁和极地生态系统中看到许多临界点，近期可能还会出现更多。若全球温度上升到足以融化格陵兰岛和南极洲西部冰盖的程度，海平面将上升十几米，能吸收碳污染的亚马逊热带森林可能变成稀树草原，西伯利亚永久冻土中的有害温室气体也可能释入空中。科学家统计，全球和区域气候系统约有15个重大临界点，触发每个临界点的门槛不同，但这些临界点之间都相互关联。目前，对气候暖化抵抗力最弱、最逼近不归路的是热带珊瑚礁、西南极和格陵兰冰盖、高山冰川、北极夏季海冰和亚马逊雨林。较能抵御气温上升冲击的则包括全球洋流、北极极流、印度季风、太平洋厄尔尼诺现象以及萨赫勒地区的荒漠化。专家建议，在评估气候变化相关的经济风险时，应将气候临界点纳入考量。据纽约大学经济学家瓦格纳 Gernot Wagner 估算，在多数情况下，一旦到达临界点，要逆转随之而来的变化将要耗费好几代人甚至上千年的时间。